结束，下面就是背面的分解动作，一二大三四大五六七大八大二二大三四大五六七大八大三搭二三搭四搭五六大七八大四二大三四搭五六大七八大。先做一的动作，一、二、大、三、四、八、五、六、大、七、大、八、大。先做二的动作，一、二、大、三、四、八、五、六。大一，尖奏三的动作，一、二、一。